去找妈妈。早上好，我是徐爸。早上好，我是徐娜。今天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第322天。今天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第322天。你今天先来读一首古诗啊。黄鹤楼闻笛。唐李白。一为迁客。一为迁客。去长沙。去长沙。西望长安。希望长安。不见家。不见家。黄鹤楼中。黄鹤楼中。吹玉笛。吹玉笛。江城五月。江城五月。落梅花。落梅花。这个天气雾蒙蒙的，今天圣雅各就跟这里很像。一为迁客去长沙。一为迁客去长沙。来，坐起来，坐直。西望长安不见家。西望长安不见家。黄鹤楼中吹玉笛。黄鹤楼中吹玉笛。江城五月落梅花。江城五月落梅花。落梅花。落梅花。哦，哇，这首叫做《公园里》。公园里。普列维尔。普列维尔。一千年，一万年。一千年，一万年。也难以诉说尽。也难以诉说尽。这瞬间的永恒。这瞬间的永恒。你吻了我。你吻了我。我吻了你。我吻了你。在冬日。在冬日。朦胧的清晨。朦胧的清晨。清晨在。清晨在。蒙苏利公园。蒙苏利公园。公园在巴黎。公园在巴黎。巴黎是。巴黎是。地上一座城。地上一座城。地球是天上一颗星。地球是天上一颗星。嗯。最后两句再读一遍哈。我觉得最后四句很好玩，它是顺序从小变大了。清晨在。清晨在。蒙苏利公园。蒙苏利公园。巴黎，公园在巴黎。巴黎是地上一座城。巴黎是地上一座城。地球是天上一颗星。地球是天上一颗星。一颗星就是一颗星。这个作者应该是法国人。一颗星就是一颗星。一颗星是星系上一颗灰尘。爸爸看不到了。嗯，没关系。这首我们好像之前读过两遍。我要把自己寄给你。我要把自己寄给你。格斯里。格斯里。我要把自己包在纸里。我要把自己包在纸里。再用胶水。再用胶水。涂遍我的身体。涂遍我的身体。头上还要多贴些邮票。头上还要多贴些邮票。我要把自己寄给你。我要把自己寄给你。扎上红红的绳子。扎上红红的绳子。系上蓝蓝的缎带。系上蓝蓝的缎带。
爬进我那小小的信箱。爬进我那小小的信箱。我要把自己寄给你。我要把这寄给你。你打开信箱一看，你打开信箱一看，发现我在哪里。发现我在哪里？立刻剪断绳子，立刻剪断绳子。先让我喘口气，把我手上的胶水洗掉，把我手上的胶水洗掉。还在我嘴里塞上。还在我的嘴里塞上几块牛奶糖，几块牛奶糖。啊，真是甜如蜜。啊，真是甜如蜜。你把我从你把我从纸筒里拖出来，纸筒里拖出来，又把我贴满邮票的脑袋，又把我贴满这邮票的脑袋。洗了又洗。洗了又洗，给我满满倒了一杯给我满满倒了一杯冰激凌苏打水，冰淇淋苏打水，最后把我放进最后把我放进温暖的被窝里。温暖的被窝里。我怎么又打起了哈欠？看到了被窝就打起了哈欠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我要把自己包在纸我里，要把自己包在纸里，再用胶水涂遍我的身体，这样就是涂遍我的身体，头上还要多贴些邮票。头上还要多贴些邮票，我要把自己我要把这寄给你。给你寄回家。对，我觉得其实坐飞机就跟寄东西差不多。对不对？我们也是让飞机把我们寄回去。这首读手丁丁的哈，小布丁甜甜软如，小布丁甜甜软如，特别喜欢这个题目，丁丁。听听这谁？小布丁软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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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像一个蹦蹦床。就像一个蹦蹦床，舌头躺上去，舌头躺上去，吃一口甜甜的，吃一口甜甜的。就像做了一个美梦。就像做了一个美梦，我要吃，我要吃，我要吃布丁。鼻子在出气。然后好，来，我们还有6分钟呢啊！来，露娜坐起来，你身体又躺平了，躺平的声音就出不来了。躺平了，偶然上，然上，徐志摩。徐志摩。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，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，偶尔投影在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，你的波心，你不必讶异，你不必讶异，更无需欢喜，更无需欢喜，在转瞬间。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，消灭了踪影，踪影。踪影。你我相逢在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，黑夜的海上，你有你的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我有我的方向。方向，你记得也好。你记得也好，最好你忘掉，最好你忘掉，在这交汇时，在这交汇时，互放的光亮。播放的光亮。继续。那是灰烬吧？灰鲸是吧？糖。可能是吧，蓝鲸也有可能是。笠翁对韵，笠翁对韵。一段一东一。一更一。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天对地，雨对风。大陆对长空，大陆对长空。
山花对海树，山花对海树，赤日对苍穹，赤日对苍穹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日下对天中，日下对天中，风高秋月白，风高秋月白，雨霁晚霞红，雨霁晚霞红。好，妈妈的，看看下一段。哎，居然是爸爸选了这首。学霸的细胞，细胞，嗯，学霸，学霸，学霸。为什么不是自己的名字？当你孤独无助的时候，当你孤独无助的时候，你就想想，哎呦，我就想想，你还有几十亿个，你还有几十亿个细胞要养活，细胞要养活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是某一个细胞吗？还是某几个？还是所有细胞的整体？如果是整体，好像缺少了一个细胞，生命也一样存在。如果说不是整体，生命好像又会关照每一个细胞。关照每一个细胞。你我的边界在哪里？你我的边界在哪里？你可以感知到我的细胞吗？你可以感知到我的细胞吗？爸爸的细胞的通道。我好像可以感知到你的细胞。爸爸的细胞的通道，来，我能看到。是的。来读一个现代诗啊，这首叫《哑孩子》。哑就是不会说话的意思。洛尔加。洛尔加。孩子在寻找他的声音。把他带走的。把他带走的。是蟋蟀的王。是蟋蟀的王。在一滴水中。在一滴水中。孩子在寻找他的声音。孩子在寻他的声音。他的声音。对。这是什么？好漂亮。露珠吗？对。我不是要他来说话。我不是要他来说话。我要把他做个指环。我要把他做个指环。让我的缄默。让我的缄默。戴在他。戴在他。纤小的指头上，纤小的指头上，在一滴水中，在一滴水中，孩子在寻找他的声音，孩子在寻找他的声音，被服在远处的声音，被服在远处的声音，穿上了蟋蟀的衣裳，穿上了蟋蟀的衣裳，好玩，他的声音被蟋蟀偷走了。然后又穿上了蟋蟀的衣裳，那他是不是就变成蟋蟀的声音？对，我们最后来读一首《一望无际》哈，《一望无际》。嘿，一望无际，你坐直，坐直好吗？江二曼，江二曼，爸爸带我过马路，十一岁，爸爸带我过马路。太阳很晒，太阳很晒，天空突然变阴了，天空突然变阴了，原来是爸爸，原来是爸爸，用手帮我遮住了阳光，用手帮我遮住了阳光，爸爸像个巨人，爸爸像个巨人，一望无际，一望无际，好呀。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。哎，今天我和二十人一起大声朗读。我觉得我很清爽。觉得我很
很没感觉吗？我觉得我要带你出去跑步了。我跑完步之后就觉得特别的清爽。暂停我们的录。